今天来到首尔崇礼门。崇礼门始建于朝鲜太祖七年，也就是1398年，是首都的南大门。在1448年和1479年有个大修。2008年2月10日，崇礼门被人纵火烧毁。那么修复之后，2013年4月份重新开放。崇礼门是首都的出入口，在古代每晚22点关闭，第二天凌晨4点钟再打开。遇到旱灾的时候，国王还会亲自到崇礼门举行祈雨祭。崇礼门的对面是南大门市场，再走一走的话呢，就到了明洞。